真的变小了？还行，就是衣服有些不合身。接下来就看我的吧。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啊，你也就这么大吧。那时候啊，我走在路上，你在院子里荡秋千，一会儿冒出一个头笑笑，一会儿又冒出一个头笑笑。我那时候就想，这是哪家的姑娘，荡秋千荡得这么高，不害怕吗？倒是你天天怂得不行，每次打架都逃跑，还要我保护你。一转眼我们已经相识十年了，当时说好等我立了军功当了大官就回来娶你，没想到当了这儿的城隍，后来我也不敢见你，也就只敢坐在这秋千上想想你。城隍也是官，你不算师爷。明天你上路把这把匕首带上。我身上带武器会不会很奇怪啊？如果我这次顺利回来，你给我也弄个雕塑吧，就放在你的雕塑旁边，叫城隍奶。人不大，辈分倒还不小啊。你一定要给我完完整整的回来，知道吗？嗯，一定。我知道沈姑娘是你在这个世上最后一个亲人了，你一定很担心她吧？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季伯峰动你们一根汗毛的。阿爹，你的眼睛怎么只顾盯着阿宁？我不再是你们的宝贝了吗？哎，真是二大不中用，有了媳妇就忘了姨了。一会儿可千万要小心。放心，我还等着喝你们进的茶，红包我都准备好了。就你话多。是吗？我看你拜人家夫君不是挺高兴的，我都看见你后槽牙了。泥人，也行。哎，泥人了，那边有泥人。小月啊，你先自己去玩会儿，我陪你娘买点东西。儿子，你少工作，少的真好。那我就这两个。哎，姑娘，看看这个。家，这是哪儿啊？我才不是老人家呢，人家才七岁。七岁怎么长得这么老啊？不出一个时辰你肯定比我还老呢。只能选一个，至于能增加多少年的寿命就看你的造化。这太瘦了，一看就活不成。这个太胖了，这都老成什么样了？这个，我要这个，就它了，带走。我不要。要不你选我吧。选你？凭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女人一般比男人活的时间长。小丫头，你不害怕吗？怕是怕，但小栓子说了，有些事情不能因为怕就不去做。好，有胆量。
就他了，带走。走。哎，这个小丫头命不好啊，只能活到30岁。你可以再换20年的寿命。20年？不行，我要换人，我要换那个男孩。你以为我众生堂是菜市场吗？你若反悔，那死的人就是你自己。不反悔，不反悔。那我们开始吧。小丫头，你在找什么呢？你要找的人可是他呀。这个人一直跟着你，我可不能让他坏了我们的好事。仙莲，仙莲，仙莲，你个王八蛋，你快给我醒过来。他是听不到的，我抓住他的时候他还没有来得及告诉孟幽和李不归，所以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，沈卓月。这是什么？给你催命的药吗？过一会儿你就会把你的寿命都吐出来。真是太美了，每次看到它我的心情都会无比的愉悦。拿去吃了它，能够让你再多活20年。20年寿命。李不归，又是每次都是你坏我的好事。李不归，我们走着瞧，给我上。哎呀，捉这个魂灵可太费劲儿了。其实幸亏有你，怎么着？今晚请你喝一杯。好啊。有来神，有去神。这里好像是灵院。往生石。李不归，生于咸观6年，自小酷爱钻研武学兵刃，一生杀戮无数，于咸观52年
醉酒后死于广平府城隍庙。沈元，生于永元九年，镇远镖局公子，五岁时被人掳走，父母拼死将其救出，然父母惨死，为报仇终日习武，于永元四十四年寻得仇人，苦战三天后遭人暗算，而后死于仇人刀下。陶然，陶然，难道不是张深？生于景徽三年，孟幽之夫，大婚当日被抓去修建宫室，整整十年风餐露宿，心力交瘁，最终惨死异乡。其妻孟幽为找其骨，哭夫十日，天地为之撼动。原来我才是陶然。命运这个东西还真是难测呀，你应该感谢我，是我第一个告诉你你自己到底是谁。800年前你们爱得惊天地泣鬼神，不曾想如今你们又再次相遇，这人世间那么多的男男女女，为何他偏偏爱上的又是你？休得胡言，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会信的。我会骗你的，往生石不会。当你在人世间逍遥快活的时候，你可曾想过孟姑娘在这里苦苦等了你800年呢？你为什么要引我来这儿？因为我可怜孟姑娘，她苦苦等了你800年，如今好不容易你们两个人相逢了，你又要再一次喝下忘忧汤，把它忘得一干二净。爱一个人只需要一瞬间，但忘掉一个人却需要很久很久。李不归，跟我做个交易吧，你是知道我的本事的，我已经活了1000多年，我爱一个人也爱了1000多年，只有我知道那种相思的滋味。只要你肯放过我，我就会让你永远的活下去，你就能跟孟姑娘永远的在一起。难道你忍心让他再等你800年吗？你跟孟姑娘的幸福就看你的选择了。
梦，春草生，夏蝉声，秋落风，冬雪声，都不及你眼倾城。情浓浓一重重，半信半疑，难免相逢，也愿这相逢点一碰。